接下来，我们透过这个影片来看看地球转动的方式。首先，地球会绕着自己的自转轴做一个自旋，同时间以太阳为中心，绕着太阳做公转。那地球自旋的时候呢，就是透过这个，就是绕着这个自转轴。这自转轴基本上是一个23度的倾角，做一个自旋，逆时针自旋。这个自旋是以从北极的方式往下看的时候，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，同时间绕着太阳公转，也是逆时针方式的公转。地球自转一周呢，它总是一天。你可以看到这边照着阳光，这边是白天，没有照到阳光的地方就是晚上。公转一周呢，就是一年。那我们继续看地球转动的方式。好，就这样子公转，那同时间不断的自转。